各位观众朋友您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鼓节目。因为好几集师父一直在跟我们讨论自我肯定、自我成长、自我消融这三个阶段，这三个阶段呢，它的目的是要提升人的品质，而提升人的品质最终的目的是要建设人间净土。但是人间真的可以建设成净土吗？又如何来建设人间净土呢？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法师。师父您好。邢小姐好。是师父，提升完人的品质之后呢，您的另外一个理想就是要建设人间净土啊。可是首先我们想问问师父，人间真的有可能成为净土吗？其实呢，我讲的提升人的品质的时候啊，人的品质完全靠一个人单独的这样提升是提不起来的。哦，一定是要跟人与人之间在互相的呀互动，才能够把自己的品质提升起来。因此呢，这个佛经里边有这么讲啊，菩萨是啊以众生呢、啊、作为修行的道场，在众生的群中自己才能够成长菩提的果位。另一个比喻是说呢，莲花是在污泥之中才能够长得肥而美，但是呢，把这莲花种在高山上，种在沙漠里边，没有雨的地方，没有水的地方，那个莲花是出不来的。那也就是说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，那才能够把自己的品质提升，跟众生的接触，才能够啊，使得自己提升。众生也许还没有提升的时候，自己先提升了，自己有心愿为众生设想，而自己就一定是啊成长自己。所以是提升人品的这个动机啊，一定是跟人有关系。如果不是跟仅仅是跟一个人在提升，一个人无从提升起，也有可能呢，但是呢不是很大的这个力量，所以一定是跟人间呢一定互动。所以跟人间互动的时候，那就是水涨船高了。那就是说我们要建设人间净土的这个目标，跟那个提升人的品质是啊并行的，这个两个轨道啊是同时前进的。我们现在谈的时候呢，虽然我们先谈提升人的品质，然后再讲建设人间净土，事实上这个两个轨道是啊一个车轮，两个车轮放在两个轨道上面，上面是个车子一起往前走，那这个车子我们叫它是说是一艘大乘菩萨的车，那大乘菩萨的车在个轨道上，那个什么轨，一个是提升人品，一个是啊建设净土。提升人品是自己的自立的，建设净土是利他的，自立的同时利他，利他的同时一定自立，是这样子的哈。自立的同时是为了利他，自立是为了利他，利他一定能自立，这个又是变成了同行的，就是两。你好像鸟的双翼一样。哎，两鸟的双翼，啊，非常正确了哈。那么我们要讲到这个啊，人间净土，这个理想啊，是不是可能在人间实现？是。那我们首先要讲净土是什么意思？那在佛经里边的，也就是佛法里边的讲的净土的观念呢，大致上就是理想，就是信仰的理想，以及呢我们实践的理想，也是实践佛法，也就是我们修行佛法的未来的展望和远近远景，那就是净土。这个净土在哪里？但多半是指的叫他方佛国净土。是啊，哎，好多在西方嘛，在极乐世界，或者是呢，就是未来的有一尊佛叫弥勒佛，到我们人间的时候，我们人间就成为净土。那这个，这种思想啊，
可以说一般的人都这么讲的哈。那这个我们在考察佛经里边的这个原始的意义，以及呢大乘经典里的菩萨道的精神的时候呢，就可以发现净土，在他方世界叫净土，在我们这个世界也是净土。虽然我们这个世界呢，看到的都是啊很多的乱象，罪恶很多，因此呢，一般的人称这个世界，我们叫娑婆世界，又叫它做五浊恶世，那也就是说五浊恶世啊。是。五浊恶世，我曾经在这个大佛骨里面讲过的啊，也就是这个世界是啊非常的不清净的一个世界，浊啊。那就是不清，就是不清净的世界。既然是不清净的世界，怎么可能成为这个净土呢？可是呢，在《文殊经》里面就有这么一个故事，有一尊这个菩萨，他看到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世界了，就是净土。可是有一位罗汉说：“我没看到，我看到这个世界呢，高高低低，看到这个世界呢，人。”也有善有恶，这大概不是净土。可是呢，当时释迦牟尼佛知道以后啊，就马上用他的神力，就神通力啊，在用脚趾按一按地，一下子就让这个罗汉呢看到了这个世界就是净土，佛国净土。因此呢，这个文殊经里就讲了，佛的心中看到的都是净土。菩萨心中看到的也是净土，如果看到不是净土的，就不是菩萨，也不是佛。我们不是就听到有人说过吗？狗眼看人，那是就把人看扁了，看低了。就是狗眼看人，那这个人都把他们变成当狗看的了。那佛眼看人呢，就看到人人都是佛，一切众生都是佛。因此呢，从佛的心态，从佛的观点。也就是说，从慈悲的智慧的角度看，这个世界呢是净土。这个只有说那一些犯罪的一些呢恶事有，但是呢不受他的影响，自己的心是清净的，那也是净土。那我下边一句啊，我还会讲。是，谢谢师父开示。我想，只要心存智慧，心存慈悲，人间的确可以建设成净土。也欢迎您在下集里面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。